今天这个特别要跟大家拜拜年啊，在我身边呢有一位青年才俊，刚刚这个学成归国的一位好朋友，各位你都猜不到他是连千亿。哎呦，大家哎呀，这个江湖人称认哥的，没有，网络的朋友要加油，原因只有一个，不是说看不起你们，而是你们没有经过素养，然后莫名其妙拿起机器就要开始直播，然后我就叫做 YouTuber， 我就叫做网红 ，No， 那会是个屁。其实也是我的偶像，你懂吗？但我要跟你讲，做艺人是一回事，做生意人又是一回事，要记得这两个东西是搭不上的。啊，太开心了！这个可能大家对于我们两个啊，会在一起有这段影片会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我们慢慢的这个找寻一下，有一些事业上面的一个合作空间。哎，我们这个他以前会觉得我们是不是有敌对啊？不会了，不会了，没有这些事情嘛。是，但是我算虚长你一点，对，两岁而已，我还有大一岁而已。对，啊，大了两岁，但是也觉得这个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人才。没有，还在学习。然后这个在直播业上面呢，算是应该是无人能出其右。没有，还在学习。真的吗？你怎么突然间变那么客气？我都不习惯。来，今天先送10万，来，好，先送10万，没带的，没有。好，今天先送钻戒，先送钻戒。好，对，就很开心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是最主要是一起跟大家拜年。对，然后我们会找一天呢，我们一起来联手了一下。因为宪哥啊，我们今天刚好哈，就是一起吃饭，那跟宪哥今天呢，前辈传授我很多东西。不敢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业界里面，平常我们不会去做心灵上的交流。那今天我们大概畅谈了应该有一个多小时吧。对，一两个钟头。这边新来回啦。是。因为很出席，我们平常在宪哥做节目，我在做直播，没办法去了解到很多在生意上的一些契合，包括在理念上的一些这个密合度啦。这个就是 crossover 嘛。对。我们跨业。然后来稍微合作一下，对，需要在时间上在时间上大家来磨合，是来聊天，知道说里面的一些火花要怎么样把它擦出来。OK， 对啊，那这个年拜的有一点长，对，我们就拜到这里，然后我们下次找机会我们一起来合作一下，好吧？哦，谢谢连千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后来。